你今天穿球衣了吗？大家好，这是Kenny老师，今天非常开心又可以为你们带来一集不一样的特辑报道。那今天老师要在这一次的报道里面，这次的影片呢，介绍一个非常酷的球衣。相信呢有在追踪老师的这些同学们都知道哦，老师其实最爱的一个台湾的球衣品牌，也就是叫做 NJK NBA Jersey King， 有没有？非常非常酷的一个品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品牌不止你可以量身定做你的这个哦球衣的尺寸哦。包括就是上面的数字有没有球衣的号码呢？还有就是球衣后面的这个名字，夸张不 ？Dr. T 几项哦 ，Recognize the Game Boy 都可以刻字哦。所以老师其实非常喜欢这个 NJK 他们这种可以刻字的这种概念，真的是非常非常酷哦。那老师之所以会这么喜欢 NJK 他们这个球衣的品牌，就是哦，除了可以刻字以外呢。哦，这个斌老板呢，林老板其实也非常大方哦，就长期的这个赞助老师球衣方面的产品啊，就是说在我的这个办的活动方面哦，给予赞助。所以呢 ，big shout out to 林老板，阿斌老板哦，这个 NJK 的老板真的是非常非常酷哦。那今天老师呢，除了再次的介绍一下我这一次在台湾拿到的这个 NJK 的这个球衣的款式以外呢，老师要介绍一个非常特别的哦这一种款式哦。首先呢，我们再次复习一下，老师之前哦也有跟你们介绍过这一件，对不对？红色的 NJK 球衣。那如果你们看到这一件球衣的这个配色，其实你们应该不难猜到，这个是哦过去哦在有一年这个 NBA All Star Game 的这个全明星赛的这一种配色球衣哦，它是直接翻碗的，所以老师其实也蛮喜欢这种概念的。那这个配色其实说真的哦，红配蓝白就是好，就是正点，对不对？加上这种白红蓝这种颜色就是齁狂哦。那一样呢，后面有没有？它直接可以打着 Dr. T， 可以打你自己的名字哦，刻字化，而且这个名字不是用印的哦，它是刻上去的 ，OK。所以呢，它的这个做工其实也非常非常腻哦。再加上这个有没有？这个数字球衣号码呢，全部都是可以刻字化的，老师真的非常非常喜欢。那相信呢，在过去老师的这个鞋品影片当中，你们都有看到我穿这一件球衣哦，所以这一件球衣真的是非常非常帅气哦。那老师这一次在台期间呢，最开心的就是拿到这一件哦。这一件其实老师跟这个林老板要超久的哦，害老师哦想要这一件球衣哦，每天都这样吃不好睡不好哦。哪一件呢？就是这一件，你看。Oh my gosh, look at that jersey, man. 有没有全黑的黑配金，又是老师另外一个非常喜欢的配色，真的超级正点哦。而且你如果呢这样乍看之下好像就是黑配金，没什么特别的。不过呢你这样细看，它其实有非常多的细节哦，比如说这个星星的部分有没有，还有这一种有没有，很像这个钻石雕刻的角度哦，非常非常的漂亮。再加上你看这边，你看这个字眼有没有绣上去的这些字眼啊？它这个比如说 K 的部分，它里面还是有纹路的哦。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细腻的一个设计哦，这不是在开玩笑，真的是很好看哦。那一样呢，这件球衣在这个号码上面哦，球衣号码上面也可以做刻字哦方面的这种定做，比如说老师的幸运号码就是3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的每一件 NJK 球衣都会有3这个数字。那再加上后面来，后面看一下，后面这个字眼 Dr. T 是直接用这种金色的配色，非常非常的正点，老师真的超级喜欢哦。你看，这是真的是绣上去的，有没有？金价就有款，非常的做工非常的细腻哦。那一样呢，后面也有一个3号的字眼，3号的字眼一样有给你这个纹路，所以这不是在开玩笑，不是这样随随便便就做出来的。那一样呢，下面就有一个哦，这个 NJK 他们自己的 slogan 有没有？这个口号 Enjoy every moment wearing jersey， 也就是说呢，哦，记得好好的享受哦，你穿这个球衣的当下，真的是非常非常酷哦。那如果你们有注意，老师这一次在台期间呢，有拍一个小小的短片哦，帮他们宣传。那其实老师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将我的这个 DMP 6代，对不对？直接穿搭配这件球衣，所以这件球衣老师会这么喜欢的这个其中一个原因，就是说我可以拿来搭我那双金黑金色的那个 DMP 6代，真的是超酷的。
不过这次的特辑老师呢最兴奋最兴奋拿到那个 NJK 他们其中一个球衣的款式是这几件，真的是可爱到爆，有没有？来，有没有小朋友版的 NJK 球衣？这真的不是在开玩笑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这个可爱的程度哦，不是老师可以用这个字眼去形容，因为真的是太可爱了。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？老师呢，一般的球衣这么大件，然后呢，这个小朋友这么小件，就勾住一个我给他，而且老师呢有两个小朋友，对不对？一个四岁，然后另外一个哦快两岁，那他们的身高呢有点差别，而且呢这个 NJK 他们的这种设计，这个版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合适哦。然后呢，你看哦，这个大人的球衣上面所有的细节，小朋友基本上全部都有。比如说呢，老师现在给你们看一下，有没有这个大人的这边有一个哦，这个 NJK 的哦，很像 NBA 这一种哦 logo， 他这边也有做到。然后呢，侧面有这些星星，有没有？侧他们小朋友这边全部也有，该有的都有，没有给你缺哦。然后呢，你看后面有没有 NJK 他们自己的 Jersey King 的这个圆圈 logo， 再加上哇塞，你看这个定做的名字。老师也 say hi again for Brandon 哦 ，recognize the game， recognize the name， man， that's my boy。然后 Brandon 哦，他直接就可以这样子印上去，非常非常酷哦。那为什么会有25号这个数字呢？这个来头呢，就是哦，老师的小朋友是这个25号生的哦。那是在几月呢？老师当然不会跟你说啦。那另外一件呢，就是老师哦问到的老大屋哦，就我们家的美女哦，她的名字你看后面就直接写着 Angelina， so big shout out to my girl Angelina。那为什么会有01这个数字呢？一方面是因为呢他是老大嘛，对不对？第一个、哦、家里的第一个小孩。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呢，他就是在一号生的哦。那几月呢？一样老师不会跟你讲哦。But anyway， 你看所有该有的这种细节，这两件球衣全部都有，进价就够注意。老师其实那时候拿到哦这一组怎么讲球衣的时候，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，差点哭出来，因为这个字太可爱了。而且哦，这个林老板不是只有寄这个红色的这一组哦，他还寄这一套。老师现在目前身上穿着的这一套有没有？你看，超可爱的，哇！跟这个我穿的现在穿的这一件哦，这个所有细节是一模一样的哦。你真的是如果将这个穿出去，跟自己的小孩子穿同一样的球衣出去，那一种威力真的是非常非常强大，真的超酷的，有没有？很显眼哦。那你看啊，这是我们家老大的这一件白色、红色加这个蓝色的这一件球衣，非常非常好看。一样呢，该有的所有的细节全部都有。而且呢，那个林老板那时候问老师说：“哎，老师，你的女儿，你老大呢几公分哦？哎，还有这个老幺几公分？”我只有给他这个公分哦，他们直接就做出这么合适的尺寸，真的是超酷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就我们家老幺的这一件。他细念我就勾住耶 ，size S 真的是超可爱的，你看有没有？该有的所有的细节全部都有，真的是超可爱呢、哦。所以呢，在所有这个林老板寄给我的球衣之中呢，老师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哦。这一次这个小朋友这个版型哦，而且我强力推荐，真的是强力推荐。因为说真的，你可以定做一件这个球衣给自己的小朋友，然后呢，这个价钱哦，单价又不高，我觉得又是台湾自己的品牌，绝对要支持。老师真的是超级超级爱的，而且这个年头，我相信哦，这个爸妈花在这个小孩子的身上，应该比花在自己的身上还多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种这么酷的产品，可以客制化，从名字还有这个哦球衣上面的数字都可以客制化，真的是哦非常非常酷的一个哦怎么样选择哦，老师真的很喜欢呢。好，那老师既然这一次呢讲到这几件球衣，这个小朋友的球衣，我这一次就要邀请哦我们家的两个小朋友 model 出来帮老师这个穿着着衣一下、哦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 NJK 这个 Jersey King 的实着，超可爱的，来。
在这一集里面呢，是老师好的两位小朋友第一次在我的影片里面献丑。如果呢他们这一次的表现不佳，我再请你们多多的指教一下。可是不要太严苛，对不对？因为温刀就等抠哦，干他细毁，干他冷毁那样哈，所以还小，对不对？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哦。好啦，再次感谢大家准时收看老师的特辑报道，那记得帮老师的影片分享、按赞并留言做补充。那记得如果你们有兴趣想要这个客制化一件这个哦 NJK 的球衣，记得去老师下面的叙述看一下哈。Alright， 这是Kenny老师 ，Till next time，get a jersey baby。